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北京前两天啊，这边刚下完这个大雪啊，然后今天呢，我看这个北京的这个天空啊，特别的漂亮啊，我给大家照一下啊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远方的云了吗？特别清晰啊，特别漂亮。遗憾的是，只能在这个楼上看啊，因为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嘛，出不去。我再调大一点啊。大家看这个云像不像这个沙漠呀？我看有点像啊，特别漂亮。那咱们再看看这个楼下啊，有没有什么人？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啊。现在非常时期啊，就看见一只狗啊。在家里时间长了啊，所以这个看看天空啊，都感觉这个心情特别好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要有时间可以看看这个你们家那头的天空啊，看看是不是也像我们家这头一样漂亮啊。反正北京呢，今天七级大风啊，然后这个空气特别好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晚霞啊，我觉得特别漂亮啊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，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